一个能唱，一个比一个能跳，都给我干懵了，给我夹成这样。那户外的主播就是不一样，真有劲儿啊！我天，干的一点劲儿没有了。风儿轻轻地吹，雨儿绵绵下个不停，望着走过的脚印，有崎岖有平静，看着你的眼睛，我最熟悉的表情，一路上有你，因为有了你，人生旅途不再冷清。吓人了他俩啊，迎着风，迎向远方的天空，路上也有艰难，也有那解脱，都走得从容。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的小朋友，将我的心放在你手中，陪你到永久。雨中，雨水即是你的眼眸，我怕说得太晚，让你如此的承担，面对岁月的河，对你已经无法割舍，我是爱着你，深深爱着你，一首属于我俩的歌。我们现在排名十四，刚刚下播的时候好像排名第九还是第八，很快出溜，差的应该都不多。感谢大家送来的加冕，谢谢我们的找乐。我发现了，我还以为进先三十的话挺好进，我发现好像差的都不多，大家有观察吗？欢迎家人们回家，晚上好。你手怎么了？我手啊，我手这都是疤了，以前出车祸的时候卡的。我这人生还是比较坎坷的呀。看能看清吗？这身上的疤了，这些都是卡的。什么东西啊？刚才啊，我说你们在看啥？我嘴上我吃了一块臭豆腐，是那个新宇带来那个长沙的特产，尝了一下，非常好吃。太仔细了吧，看的。
我来个这个吧，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唱首歌之后，我们就进入紧张的时刻了。到十二点就结束了，家人们。受伤了，我是骑摩托车放片卡的，也不算受伤，都好多年了。瞎都，就我这脾气不揍别人就好不错了。爬上了屋顶，给月亮递根烟，和你等待我是熬过如何的这些年。曾雄怀天下，嘿，曾雄观市场，也曾想要带着他万水千山。这首歌好久不唱了，好听吗？人生路漫漫的，世道多艰难，感情就像按揭款，你早晚都得还。浊酒三两三杯，不堪小流年。我不敬岁月，不敬天，我敬我心酸。叫我大胖子，对，过分了啊！叫小胖子。欢迎坤哥、申哥，欢迎兄弟姐妹们回家，晚上好。我爬上了屋顶，给月亮递根烟，和你谈谈飞儿熬过的熬过的这些年。我曾雄怀天下，曾经上时段，我也曾想要带着他万水千山。现在我们的第十四秒，一会儿往前冲一冲。人生路漫漫的，世道多艰难，感情就像按揭款，早晚都得还。浊酒三两三杯，不堪小流年。我不敬岁月，不敬天，我敬我的心酸。人生路漫漫的，世道多艰难，感情就像按揭款，早晚都得还。浊酒三两三杯，不堪小流年。我不敬岁月，不敬天，敬我的心酸，敬我的心酸。乡下的不足一定会很激烈吗？会。谢谢年轮哥刷屏了我的小皇冠，谢谢我们的无聊，谢谢漫步人生哥，谢谢距离哥，谢谢夏石哥，欢迎夏石哥回家。想听啥歌我都记上，兄弟姐妹们啊。浊酒三两三杯，唱歌好听啊。我们的福袋还有两分钟，没有点击上期参与的家人们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上方的福袋了。你们是真能起外号，难道起外号你会感觉到快乐吗？如果你要感觉快乐，你就拍拍手。谢谢我们的一箱客哥送来的王冠，还有今天他们给我截图说楼下的那个龙潭寺的火锅店说让我下播带着我们的员工去吃饭。你家都是十点之前都关门了，我再去的话都已经黑灯瞎火的了，谁还能给我做火锅了？我现在直播就是一我快乐，二你快乐。你是想让我快乐还是想让你快乐？但是每个人真的不一样，就是赠人玫瑰手留香，哎，都是基本上夸我的比较多。谢谢我清新，这是我姐吗？
谢谢我们的随心送来保时捷，谢谢我星星姐送来的独一号。把我们的点赞冲一冲，三千点赞就有一个，这叫什么值了？充分值。我们一起快乐。今天进屋就喊媳妇儿啊，老婆呀、啊，一看就是假的，连灯牌都没有。还有一分钟的福袋上方。谢谢我们的月落哥，谢谢我们的云斌哥，谢谢我们的风丫头。家人们，就是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每人来一个，就是加冠王冕吗？就是我们那个上面心愿单的那一小个，就一人来一个，就把你飞送进去了。送进不是送进去了，是送进前三十了。别看咱现在十四，眨眼之间啪就出去，因为差的好像也就几个嘉年华吧。太难了，嘉年华咱有点难，但是我觉得这皇冠应该是一人来一个，好像没啥问题吧。谢谢漫步流星泉，谢谢我们的新哥老男人，谢谢我们的玄哥，谢谢我们顺风，还有荣哥自由飞翔哥，背包哥狼哥，谢谢我们的江鸟哥，还有我们的天美飞仙，谢谢我们的凯哥美好哥少哥，谢谢我们的风恋哥，谢谢平哥，谢谢我们的狼哥安静哥，谢谢福哥，谢谢我们的等等川，还有我们的小迷糊手有玉香做人好难，还有我们探哥生哥，谢谢 thank you， 谢谢我们的护哥小贤子，谢谢我们的同城，还有快乐，谢谢深情，还有我们自然安福，谢谢我们九头鸟找乐，谢谢我们的正哥以及我们的菊姐，谢谢我们的余生，谢谢我们的蓝金哥半世哥，还有老吴，谢谢我们的飘以及我们的索心哥，还有半世哥余生冯刺冰美，还有我们的 U， 还有我们的大成全，还有我们的飞跃哥乐行哥，谢谢我们的天外飞仙，谢谢我们的正哥，谢谢我们的阿里那个爸爸，谢谢我们的凡人，谢谢我们的期待，谢谢我们的红，还有我们的肖，还有八八八八八八八哥，谢谢我们的胡，还有我们的杨哥，你们慢点，我有点说不过来了，谢谢我们的江南哥，还有子航哥，杨哥，还有我们吃哥，谢谢我们的孟哥晚哥，还有我们的没有腰，谢谢善待自己，还有我们的飞言，谢谢我们的圆梦哥，还有我们飞哥浩鹏道雪，还有清凉哥，谢谢我们的为你而恋哥，谢韩哥，谢明天哥，谢我们用户缘分，还有我们的最爱美飞，谢我们声音哥，谢偏人哥，谢声音哥，谢叶哥，谢转哥，谢四八二三哥，九哥，还有随便看哥，谢我们的帅哥，谢我们的九哥，谢谢我们的陈瑞九，谢我们的最爱哥九哥 ，Thank you。谢我们的小亮哥汉子哥，谢我们的黄药师送来的荣耀奖杯，谢我们的不言不语不问不想不想听，哎呀妈，你真长这名字，谢我们的陈哥，谢我们巴拉吉松心送来的闪耀灯。啊，闪耀啥了？谢我们的三宝哥又刷屏了，谢我们又走他乡哥，谢我们的江南猛哥，谢我们用户哥，谢谢我三宝哥又刷屏了，谢我们逆行哥，谢我们汉子哥，谢我们的点点点，谢我们的逆行者哥，逆行哥你也刷屏了，谢我们的烟圈，还有我们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谢我们的漫天飞舞，谢谢我们的空先生，谢谢我们的桃子，谢我们的飘哥，谢我们的叶哥，谢我们的一哥，谢我们的一空。还有我们前行，谢我们的漫天飞舞，谢情缘相误，谢我们前行，谢我们的小凤姐姐，谢我们的漂泊，还有凤儿，还有欣姐，谢谢我坤哥，谢我们的夏琳姐姐，谢我们的糖糖，这样扎小辫好看吗？谢谢快乐哥送来的荣耀奖杯，谢老男人，谢我们的真一哥，谢我们的暮雪，谢我们的点点，谢风尘。谢谢我们的江南梦，谢谢我们未来，谢谢我们的漫步人生，谢谢我们的明天，还有我们的漫步哥，谢谢我们的红哥，谢谢，谢谢我们嚣张，谢谢我们的夏天。以前的是我吗？是我。谢谢我们的三兄，谢谢我们的星星送来的闪耀舞台，谢谢我们的风的忧伤，谢我们马仔，还有又想谢我们的点点，谢谢风丫头，谢谢我们的西西红柿。我看看，咱整个 PK 吧。来不及祈祷。就开始奔跑，人觉得这里世界有多美好。我看看啊，我不知道人没有时间。Hello， 妹妹。Hello， 阿力哥，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我看你真没播舞台呀？播了，这不有个比赛吗？寻思看看能往里蹭一蹭，就往里蹭一蹭。我看力哥也在前面。啊，从粉那个。啊，对对对。整个前十都整这玩意呢？我现在就往里蹭呢。我也是一样。我现在多少名了，兄弟们？你们看一眼我多少名？咋能看着我多少名了？就是这边。啊，对，你是手机播的吧，李哥？哦，手机，我是电脑。就是现在我排十四，你应该好像比我前边，我记着，我上次看。今天不是取前三十吗？对呀、啊，你前三十一个人也就差个几个嘉年华，你说多可怕吧？这些人。啊，一直到十二点呗。对，就马上了吗？还有。这往到底是干啥的？就是跟正常那个金秋比赛，上回记得不？
哦，去年金秋比赛差不多。兄弟们，我第30名，完了，老妹儿你多少名？14，不稳，就差的不太多，几个嘉年华就上了。哎呀，我七幺大哥说了，塔子，你七幺哥帮帮你。啊，这点事儿你还给他捣鼓，我再帮你往前推推。往里打不？你要不打的话，我就少一名竞争对手。我就是往前混，混到哪儿算哪儿。这不是我昆仑哥帮我一下，他就是新认识一个大哥，527幺大哥帮我送点。那咱俩就这局呗，咱试试呗。咱俩打一把 PK 呀。啊，行不？咱就这局开始吧，就不重新开了。我估计没大票，老妹儿我。我也一样，你看你的血条都给我压没了。我这是我七幺哥出去了，给我扔点儿，喂点狗粮。兄弟千千万，你让公屏扣个小一，这个一人来个王冠，这就给你送进去了。你这兄弟多多呀。兄弟们，咱这29是吧？离咱们兄弟们的蹭前10差多少票啊？先上来。我在号里还没钱，我没充呢。没，其实差的不多，一点都不多，就差我也没寻思打这玩意儿，兄弟们。我都没想这个事儿，我寻思就是混到哪儿算哪儿嘛。一路长虹，现在咱俩啊，咱就打到前30就行了呗，兄弟们。我看不，我这点公司快点睡觉了。你要是想进的话，咱也得到10名左右吧，要不然太狠了。昨天的时候，你真的就唰一跳掉好几名，一跳掉好几名，都是往上后边秒。我昨天啥还没干呢，兄弟们。昨天咱就是我就正常直播了，我都没拉票。你很。我拉了一挺，真是老妹儿，我三五儿子的。那你主要是兄弟们挺给力啊！这我昨天我害怕掉出去，我昨天晚上半夜也开了一场，就是又播了一小时，在舞台上播完了之后进屋又播了一小时。谢谢找乐哥，谢谢上了年纪哥。关键我号没充啊，我看，哥微信充，不行我充50000空刷了得了，兄弟们，乐进进，不进拉倒吧。哎呀，你这是馋谁呢？这兄弟千千万的，我都没寻思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有啥用啊？我看那里边也没有大主播，就你。
在这卡着，一天涨几千，一天涨几千，再一两个月呗，就差不多了。嗯，可不。你没唱那个罗刹海市吗？我不会那个调啊，没学会。你那热度要跟着就妥了吗？你看我们家妍希那小老妹儿，她就唱一首歌，小主播呢涨30,000多粉丝，嗯，太厉害了。那我不行，有时候我总唱就学唱一下行。要我直播间总唱，我们家这些粉丝该炸庙了。就你不用总唱啊，你就拍个段子呀，拍个段子往这一发就完。主要那个拿捏不了那歌实在拿捏不了。嗯，我小妹儿兄弟们，她也算唱歌界的，在我们老平台也算能叫上名的啊。我老妹儿就拿捏不了，你们还让我唱，那不纯扯犊子吗？对不对，兄弟们？不好学，就是其实刀郎老师歌别的歌我都会一点，就这个歌我听了好多遍了，太难学，不好学，那个味儿那个腔调不好弄，不好整。嗯，慢慢来呗，反正我觉得咱几个好像给老平台来的就咱哥俩还算站住了，剩其他的挺就是人气算挺稳定的了，就虽然说没有什么大幅度的去，你看我虽然没有什么大幅度的去增长，一直都稳定在这几万人。其实我觉得能稳定住就是一个不容易，因为粉丝每天在涨，每天也在掉，因为形形色色才艺啊、美女啊啥的太多了，看得眼花缭乱。就这些铁粉就一直没走，还一直你知道就最近的一年你哥掉多少个粉丝？我掉了100多万，掉了110多万，那些都800多万了。后来我也会掉的，就是可能涨的还是涨的也有，掉的也有。都可能有的时候看你我休息了，他就每天就会往下掉粉啥的，我嗓子不舒服了。抖音上嘛，这点那个就是比较讲道理，就是你的段子好他就给你涨，或者你直播最近就是受众他就涨，他不咋整，他自己哇哇往下掉。咱原来在老平台啥时候掉过粉啊？对不对？咱哥俩搁那播了2次金牌呗，7-8年，你说啥时候掉过粉？兄弟们，我在原来的老平台就没掉过粉。那现在账号给他扔了，兄弟们，我都4年不播，那粉还那么多。他主要没啥掉了，谁还费个劲？我上个号再给你点个取消去。对，基本就那样了，也没人动了。我号我都也不上，现在。感谢小竹大哥啊，谢小竹哥。我说说话，我都掉到17了，哥，我要去拉票去了，我得往里蹭蹭了啊、嗯。你蹭吧。完了，550的兄弟姐妹们，拜拜。我们过两天没啥事，我们今儿再玩啊。嗯，好嘞，到时候咱一起玩，拜拜。嗯，晚上没事我也加播。好嘞，力哥，拜拜。啊、嗯，完也早点休息，注意身体啊。好嘞。哎，好嘞。嗯。说话眨眼之时，啪啪啪啪啪啪掉到17名，这玩意儿边拉票边崴掉，这心态都崩了。你飞就比较实在的那种。一路长虹，感谢谢谢大家，就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不客气啊，家人们啊、哦！来呀，兄弟，别忘了举杯。哦，干脆，不好弄啊！哎呀，晚上激烈吗？激烈，我又往下掉了一名，好像。这么难吗？主要是差的不多，这玩意儿主要是有嘉年华，一个嘉年华顶好几个这东西。这不是吧？咱接着玩嘛，兄弟姐妹们，还是咱自己就拉票，还是打个 PK， 家人们。听大家的，不行，咱得往上上一上了。再来一局啊！行，那我就再找一个，我看看人家有没有时间啥的，好不好？看看人家有没有时间的，我也找找，就是他们一直在比赛的，人家没比赛吧？就是人没比赛，可能就正常直播啥的，可能这打分这么多蚊子，我看看谁比赛啥的，嗯，不稳哦。两个自己家主播呀，
看一下，我看一下，完了。Hello， 你是不是在找我？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你？因为那个欣欣刚跟我微信说完。哎呀，我问他你的联系方式，但是呢，我还没加你呢，你怎么这么快就找我了？因为我这块日记扒拉，就是一下就看到了，就是缘分，就在这扒拉扒拉完，一下就看到你了，好久都不见了。哎看看你看看你看，真是好久不见了。你可不来到这边，一会儿他微信推给我哦。啊，一会儿他推给你，他已经推给我了，还没点呢。不行，你加不上我，一会儿我加你得。哦，那你让他把我的推你吧。好，我跟他说一声。嗯，哎，你今天没有在舞台啊？在舞台呀，但是在舞台我晚上这不整个比赛嘛，就是想进个前三什么，晚上加播一下。这玩意儿这太猛了，一个个的，这一出了，本来是第九，现在都第17了。你现在整比赛了呀？没有啊，就是晋级嘛，晋级就可以有那什么曝光，什么1000万啊，还有什么线下。哦，你说你自己整比赛是吧？我以为你去弄那个比赛。啊，不是，就平台的比赛，你没参加吗？哦，我参加了。参加拍几？现在200止步吗？宠粉记，我知道那个，我到200那天，正好我下午还直播呢。我下午直播，我说这进几十名了，都100以内了，行可以了。然后到晚上发烧了，那天到晚上一发烧，完了就没有播。嗯，而且我现在看来还好我没上，因为我现在刚回来，上了也是白搭，不像你们确实。值得被支持，值得被那个什么呀？没有，该往上去走，对不对？蓝天天哥说欠一首歌，必须安排上，必须安。那咱俩就方便打一局不？咱，但是我是打比赛，现在你看你方便不？可以，没问题。行啊，那我们就来一局试一试。完了，正好我是可能拉拉票啥的，嗯，好，来一局那就。那咱们基本上也就是我的谁就我的票肯定是少了，那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谁的票少谁先来。来个你来唱歌我来喊麦好不好 OK 没问题，那我就重新开始一下。好，来了兄弟们，这有票的来了啊，15分钟的票家人们啊，不是15分钟的票，对，15分钟的 PK 行不行？10分钟的还是15分钟？我这是15分钟的，听你的都可以。那就行，18名了，别唠嗑了，快吧家人们，赶紧吧上。刚出我先闭麦了，九哥一会儿见啊。上票了的啊！感谢我们非常好听歌，谢谢我们的 Like 十一，谢谢。不一定哦，家人们，谢我们的千里哥送来的荣耀奖杯，尽量可以送这个比赛的礼物，我们就送比赛礼物，根据个人条件，有条件可以的兄弟们可以多送两个。如果说家人们，咱就是说帮不了飞，没关系，可以把我们的赞点满3000，也会有一个加成。谢谢迷糊哥，谢谢年华，谢我们听到菊哥，感谢用户483哥，谢谢孙一健哥，感谢我们的石林哥，谢谢王哥，谢谢安静的杰哥送来的抖音号，谢谢我们的三宝哥。家人们，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晋级的名次，晋级的名次我们还得往上努力一把。谢谢距离哥的刷屏，王冠，谢谢我们的君子。先把蓝蓝听的歌唱了，12点以后我给蓝蓝听歌唱，家人们啊，咱这先为啥？就所有人都在看着咱这个比赛，完了所有人都在这个奔这个比赛的这个最后的结束的时间，要不然也唱不好歌，也拉不好票。我们马上还有15分钟结束了，给蓝蓝听歌唱，好不好？完，家人们有条件的就帮支棱一手，谢谢大家。感谢眼哥，谢谢我们的淡月如钩，谢谢我们的冷刺冰美，谢谢我们的三国不懂爱，谢谢我们的飞，谢谢我们的小生。谢我们的思琪，感谢我们的游子，谢我们的手有余香。我们现在跟九哥连上了，家人们啊，完了我们就不找别人了，先好不好？不管是多少票，家人们，我们就是进前30，往前进一进就好，家人们，好不好？谢谢大家。完有票了，我们就来一个票。哪一个是比赛？就是我们上面头上面有一个 top 30晋级的这个。我们进前30，现在我们已经排18名了。我们距离上一名还差670分。家人们能搭把手的，我们就搭把手。谢谢我们的风丫头，感谢我们的六六哥，谢谢我们的张优二，谢谢我们的天外飞仙。完了有大哥的兄弟姐妹可以帮守一守，扔一扔。谢谢家人们、兄弟姐妹们，谢谢大家。
目缺哥，谢谢我们的陈哥。我这嗓子有点哑，我就不使劲太声太大的声去喊了，家人们好，我把声音拉下来一点。谢谢我们的陈敏哥，感谢神经哥，谢谢我们的逍遥哥，谢谢我们的淡月如钩，谢谢我们的混过去，谢谢我们的坤哥，谢谢我们的天天线上哥，谢谢混过去，谢谢我们的坤哥，谢谢力量哥送来的抖音一号，谢谢我们的坤哥，谢谢我们的顺风顺水，谢谢坤哥，谢谢我们的混过去。兄弟们帮忙感谢一下我们送礼物的每一位哥哥姐姐们，谢谢大家破费了好不好，谢谢我们的卖萌，谢谢我们的花飞花舞，谢谢我们的有关哥，感谢我们的军哥，谢谢我们的150斤哥一直在刷，我看都已经刷粉了那个条件，谢谢我们的木和飞音，谢谢我们的相聚哥，谢谢我们的安庆哥，谢谢我们的何哥，大家大大大大啦啦啦啦啦，嘿，掉到18名了吗？我也很紧张啊，家人们，差的都不多了。谢谢老潘哥，谢谢我们的华轩。谢谢我们的三宝哥，感谢九头鸟哥，谢谢我们的游子。能打把手的兄弟姐妹们帮忙出手一个我们的加冕王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来个加冕的王冠好不好，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来谢谢力量哥，谢谢力量哥破费了，谢谢我们的顾客哥，谢谢奔跑哥，谢无脸哥送来的嘉年华，谢谢往事哥，谢我们吹响哥，谢谢月影哥，谢谢我们九头鸟哥，谢谢颜值过瘾哥，谢我们的大一次的玫瑰，对，帮忙感谢一下。我一直在上票，我一直在18名。我要是一直稳在18名也行。谢谢我们颜值过呀！感谢我们的七哥，谢谢我们的维哥，感谢我们的郑老哥。最关键的就是最后的5分钟。我换一个啊。换个小野生，谢谢我们的红色哥，谢我们的三兄，红色哥刷屏了，谢谢红色哥，感谢我们的逍遥哥，谢我们的三兄，兄弟们我们坚持10分钟就过关了，坚持10分钟就过关了，其实我比你们还紧张，谢我们的带刺玫瑰，谢谢我们的比洛星河，马上17了吗，一会儿还会跌回18的，不加油，谢谢我们4823哥，感谢我们的落笔星河哥，感谢我们的52H哥，谢谢我是哥，谢谢徐哥，谢谢我是谁，谢谢我们的一送来的奖杯，谢谢我们的创业者送来的荣耀奖杯，谢我们的飞明瑶，谢谢我们的52H哥，谢谢我们飞明瑶哥，谢谢我们的唐彩月影，谢谢我们的走马观花，谢谢我们的带刺的玫瑰，还剩10分钟的时间了，谢谢我们的平原哥送来的荣耀奖杯，没上车的兄弟们要上船了，谢谢我们的平原哥送来的荣耀奖杯，谢谢风景哥，谢谢三哥，谢谢我们的小七，谢谢52哥，来哦，倒数5个数了，能有王冠的家人们，加冕王冠的我们来一波，倒数5个数，17名了，来5、4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把我们的王冠收掉。一人来一个，好不好？谢谢我们好事东风，谢谢秀一哥，谢谢优酷哥，谢谢我们的剑了哈，感谢好事东风哥，谢谢你的剑，谢谢我是谁，谢谢小哥，谢谢优酷哥，谢谢我们月影，谢谢太苏，感谢我们的曲哥的修辞，谢谢我们的太苏的风影哥等等，谢谢我们的狼哥，谢谢我们的背影哥，谢谢雅致哥，谢谢我们的佛哥司马三哥，谢谢剑上哥冷冰哥，感谢剑大哥，谢谢我们的小草，谢谢我们的剑儿，谢谢我们的张哥，感谢我们的大哥山河哥，还有我们的剑儿。谢谢我们杨哥，谢我们的花花花，谢谢我们的一笑奈何，谢谢红哥，谢我们的凯哥，感谢我们的东哥，谢我们的东维哥，感谢我们的军西山。
前是缘分，谢谢我们的酒客，谢谢心细善良，还有我们的江南馆客，谢谢我二哥，谢谢你的用户，感谢我们的红武人生，谢谢辉哥，感谢字母哥送来的王冕，王加冕王冠，这一天老牛守在这儿了，谢谢我们的辉，感谢我们的不会，谢谢我们辉又来了又来了，祝一哥闯名了，谢谢我们的字母哥送来的王冠，金柳 remix。谢谢我们的多宝，感谢你懂我吧，谢谢我们的木哥，谢谢我们的靖龙，感谢我们的太素，谢谢我们的海多宝，紫海多宝，谢谢我们的木兰哥，谢谢我们的太素，兄弟们加油了，还有七分钟结束了，感谢我们的飞人长虹，感谢我们的飞华沙，谢谢我们的子豪，谢谢我们的学员哥，谢谢东哥，就到十八名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家人们，虽然咱们说嘉年华不多，还是我问一个给我的抖音好的不多，但是我觉得咱们王冠应该不会少吧，谢谢我们的墨渊，谢谢我们的冲冲棍哥，对面传说中的，对，就是他，谢谢鹏哥，感谢我们的奎斯，是不是这个就这么读的，谢谢我们的俊，谢谢我坤哥，华平的武王哥，啊我变了，一会儿变掉，我好难哦，谢谢宁华哥，谢谢永康哥，家人们能来几个的我们来几个好不好，感谢你两个送来的抖音号，谢谢我们的非常泡酒送来的王冠，谢谢我们的大漠山河哥，主要是差的是真不对呀，哎呀，这个有点难呐，兄弟们，感谢我们的三兄，谢我们的六六哥，不要以为没啥事儿，说掉出去就掉出去，我掉到十九名了，谢谢我们的天长地久哥，还有我们的张张哥，谢谢我们的走马观河哥送来的荣耀奖杯，感谢我们的不带无沙哥。师傅还没来呢，大哥他们还没有到呢，家人们，这一轮如果说还得大哥，我觉得咱的散票守一守应该没问题，明天进去了之后进前三十，明天才是一场血拼最后一天，所以说家人们可以一人来个皇冠，我们就一人来几个皇冠，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人我觉得应该是蚊子没问题，谢谢我们的布衣哥，谢我们的九哥，谢漫步人生哥，都开始发力了吗，谢谢我们的年龄哥，感谢我们的正哥，相差都好近，这主要差的都不多，谢谢我们的情一哥，情一哥可以这个王敏这个我就是这车主意，加冕王冠可不可以来几个，还有我们的奖杯还有舞台，这些都可以，抖音号和嘉年华它也是加成的，它是加成 1.2 的，这个王冠呢它是加成 1.1 的，谢谢我们的江南哥，田野哥，欢迎田野哥回家，谢谢我们的张哥，感谢凡哥，谢谢我们的太素，谢谢我们的情哥，感谢我们的雪加雪，还有我们的木哥，守着点啊兄弟们，大哥要在直播间你也看着点啊，没准啊拉拉票掉20名了，没进步我掉下去了，谢谢我们的好事多魔送来的奖杯，谢谢我们的乐乐，感谢自我哥，都现在开始发力了，我掉到20了，有没有大哥帮忙的，谢谢我们的凤凰飞，谢谢我们的何瑞莲哥，谢谢我们的幸福鸟，感谢我们的云博，谢谢我们的太叔，谢谢我们的放下孤王，谢谢我夏师哥送来的保时捷，谢谢我们的炫风鸟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礼物里边有什么呢，有那个王冠舞台还有奖杯，就在应该就在这个礼物栏里边，大家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来几个，这个就是有加成的，平常的礼物它是也有加成的，还有3分钟，谢谢我们的望海天风哥，谢谢我们的罗刹，这样
我们还是最后集结一波，试一试集结一波，我掉到22名呢。集结一波，有王冠的来王冠，有奖杯的来奖杯，有抖音一号来抖音一号，有嘉年华的来嘉年华，我们一起冲刺一下试试，看能不能冲回去。倒数五个数，感谢我们勇敢的心，谢谢我们的向右哥。我这嗓子使不了太多的劲，我因为我这嗓子有点太哑了，家人们，我就已经使我最大的劲儿就好了。谢谢我们的向右哥，谢谢我们的冷刺冰白，兄弟们，感谢我们木南大哥。谢谢我们的向右哥。我们有小皇冠的，我们就可以走小皇干就好了，家人们，大哥帮忙守着一下，不用动了，大哥帮忙守一下就差不多了，还有1分钟。谢谢我们的荣哥，感谢我们的三哥，谢谢我们的飞侠粉，谢谢我们的香依。兄弟们，这局要进的话，明天就是王死壳的一天。行，谢我们的何哥。好，我聊会天吧，应该差不多，家人们。不错了，很牛逼了。啊，嗓子都拉齁了，我的妈呀，太猛了，他们也，这一个个太厉害了，应该差不太多，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不拉票了，兄弟们，我们就是有啥送点啥就行了，不拉票了，太累了，都给我拉出汗了，这个票。哎呦。哎呀。第几了呀？啊，现在排14，掉到15了啊。那不就进去了吗？对不对？掉到16了。我这怎么这么猛吗？我这口一。好像掉不再下去了，已经掉到掉不下去了。现在还有多少？累死我了，我休息。哦，谢谢我们的鱼香哥，谢谢我们的古月哥，掉到17了，应该也没啥事。还是挺拼的。掉到18了，在哪个地方都是。掉到19了。他是多少进能晋级啊？好像没事吧？谢谢木南哥送来的抖音号，掉到啊回去了，我又变成17了，谢谢大哥。多少没晋级啊？30。稳了，大哥，不用动了，好了，浪费了。哎呦我的天呀、啊！浪费什么都掉兜里边，不浪费没事的。就寻思票能打到后边嘛，就是主要是还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嘛，进前十就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呢？然后今天过了12点之后呢？这是多少？没了，结束了，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就是过了12点是最后一天。嗯。就是然后就是就24小时就到明天的这个点就结束了。就是比出第几名就第几名了，对，就结束了。完了还有一个全国我干不动，那太猛了，我就能也就打这个前十就行了。那今天确实压力大了呀，那得加油了今天。嗯，可不嘛，太不太容易，我还以为挺容易的，一点都不容易啊。哎呀，我整出汗了。休息休息，我给你喊手麦听听吧，好不好？行哎，兄弟们，这第二天了啊，可以上皇冠了啊，又一轮了，直接清兜就行了，家人们。我给你来一首《刀山火海》，这个好长时间没有那个，哎呀，太经典了吧！我天天、哎、太享受了，第一次亲耳这么听啊！平时的话都是看那个短视频能听见。好，一首《刀山火海》送给菲儿家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家的人你就闭麦吧，好不好？今天打太多遍了。刀木斩雪夜雕，山豪迈冲云霄，火焚腾在燃烧，海心结的万丈高，风吹不在云烟，花飘不过天边，雪滴落在心间，那月好似那天仙，踏天道废天地，
斩冥王鬼神器，你海荒破天地，孤身扛起了这天地，猛虎啸我苍龙腾，一把弯弓射大鹏，海无边生无棱，天下任凭我纵横，刀山火海为你闯，万箭齐发孤身挡，心绪随风在流淌，一刀斩断了封神榜，霸天下斩群狼，名城下又何妨，就算这刀斩我胸膛，也要守护这城墙，血已铺满了王道路，烽火狼烟孤身渡，披星战甲在守护，谁敢阻挡我脚步，为何脚步还未停，就是要逆天行，纵观三界的黄帝陵，谁能与我并肩行，猛虎归山苍龙退，为何还要那么累，看我的江山多妩媚，我把酒高歌一人醉，既然天下已扛起，那就一直扛到底，这一切都为了你，为你代替我手中笔，曾经挥笔写天下，曾经挥笔写神话，在挥笔这刹那，只为写出了我牵挂，一人悲我一人醉，一人落泪心憔悴，一杯浊酒两行泪，我此生思念在回味，如果号角再次吹，再现当年的叶灵亏，如果蛟龙浴血飞，我定是昔日王者归，何为天骄何为王，何为君子何为皇，何为猛虎何为狼，我叱咤天下狂人扛，左手剑右手刀，刀剑齐出鲜血飘，这大气我一人挑，这地美的才是天骄。我说喊麦啊，真的喊麦，这里边有些词儿真的现在喊出来他就是要改一改是吗？对，他要改一改，对，行，那我也来一首我以前经常唱的一首歌吧，就带给家人们还有两边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OK，带你潇洒，带你嗨，最后一天能不能嗨起来？谢谢我们的十三个未来哥，谢谢我们的飞兔儿，感谢我们未来哥，谢我们的快意人生哥。
唱歌真的是有一种这个就是让人心灵奇境，就它带动感特别强的一种感觉，就想让你跟着一起，就必须得让人跟着一起晃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对自己就可能因为自己唱歌就自己比较嗨，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大家嗨不嗨，就是我自己挺嗨的。哎呀，我你看我，你知道我吧，我就是一个喜欢基本上坐着很安静的一个，不管听什么都是这样了。但是听你唱歌，但是你安静的话，但是喊麦的话，让你热血沸腾啊！帮忙感谢一下师傅家人们，谢谢大家。对，听你唱歌就不由自主的，就他没办法，就他得动一动。啊，对对，就是节奏感比较欢快嘛。我唱的歌基本上这样的比较多。就煽动性太强了，你这个煽动性太强，真的是。嗯。哎呀，平时九哥你几点播啊？嗯，我是下午的3点跟晚上的11点，10点11点那个样子。我现在播两场了，厉害吧？嗯，这两天我也要播两场，但是没事一起玩嘛。嗯，好好好，行行行行，那今天这姐打扰了，今天我还以为你也打比赛啥的，啊、你到时候你让那个他把微信推一会儿，对对对，一会儿让他把微信推给我，咱俩加上。嗯， okay, 刚跟我说完，我在直播的时候刚跟我说完。OK OK， 行，嗯，好嘞，九哥，兄弟姐妹们，拜拜，加油加油加油，嗯，加油加油，一起加油，嗯，好，好，好嘞。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师傅，欢迎师傅回家啊！哎，木南哥哪去了？木南哥走了。让声音摇摆，让旋律冒出来，寻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我们可以唱首歌了吗，家人们？谢谢我们的 A 一，我好久没给师傅唱歌了，来一首经典的歌曲，大家懂得。兄弟们呐，进前十要扒皮了。送你雪白的云朵，送你璀璨的星河，送你暖暖的春风，送你红红的山谷，送你不败的花朵，送你万顷的山河，想问你的一个心，你什么时候送给我？骑上我的小骆驼，带你去看首小情歌，让我醉的不是酒，只是杯的藏住我。呜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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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啦啦。花香流水恰恰，雪山雪的恰恰，世上的人这么多，恰好是你恰恰。清风。最后一天了，我们有什么的来什么吗？送你雪白的云朵，送你璀璨的星河，送你暖暖的春风，送你红红的山谷，送你不败的花朵，送你万顷的山河，想问你的一颗心，你什么时候送给我？骑上我的小骆驼，只是别的小酒窝。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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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啦啦。高山流水恰恰，雪山雪的恰恰，世上的人这么多，恰好是你恰恰。清风明月恰恰，草原骏马恰恰。
这幸运点好像过了十二点要重新设置一下，我刷卡卡打不动了，太了。我重新设置一个啊，家人们。谢谢师傅，呜。我重新设置一下啊。第七名，现在属于什么呢？现在属于我们要破釜沉舟的，就今天最后一天了。谢谢我们的笑看风云哥，谢谢我们的用户哥，大家没有助力的可以助力一下。谢谢师傅，师傅你这么晚，你这么晚才回家吗？这才上线，谢谢师傅，师傅破费了。大师傅，哎，大师傅出去了。谢谢谢谢师傅，谢谢大师傅，谢谢小师傅，谢谢兄弟姐妹们。福袋还有三十多秒，大家没有参与福袋的可以去参与一下福袋哦。今天最后一天可以轻兜式打法了，拼命了。这是才晚上，还没到发力的时候，所以说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今天这轮呢是三十进十，取前十就结束了。今天最后一天，家人们，如果家人们就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帮每人帮我来个王冠就行，家人们，谢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抖音一号嘉年华也行，但是这个有点贵啊。谢谢魏大粉，谢谢燕儿哥。我们今天晚上过个目标吧，就过一个皇冠的就目标吧，王冠的目标吧，好不好？山流水恰恰，雪山雪莲恰恰，世上的人这么多，恰好是你恰恰。清风里面切切，草原去马切。没露肩，没露不了，我没有肩。主要是不是特别，我主要是不是特别的那啥，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有身材的那种，我是属于有肉的那种，就不方便露给大家看了。怕辣眼睛。恰好是你切切。我看看。我来一个啥歌送给我们的，我来个这个歌吧，来首慢歌好不好？就唱了一天的 DJ 的了，送给我们的无名哥。有听过这首歌吗？大家帮忙助个力，谢谢。到了这个年纪，可还是没有成绩，可身边的他们比比，心中是莫名中的压抑。人们都说工作要努力，我为是每天晚睡早起，还是找不到自己，只剩迷离。到了这个年纪，我抹去不少脾气，可还是不能自己活在别人所谓的眼里。人们都说不要太在意，不要去在意那些孤寂，可是事实不能平息，折磨自己。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在那里酩酊大醉一场，忘掉所有不想的过往，忘掉那所有受过的伤。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在那里放声大哭一场，卸下所有虚伪的伪装，不想把每天都活得一样。谢谢我大内斯师傅，谢谢我们哥。多大年纪了？问一下。到了这个年纪，我抹去不少脾气，可还是不能自己活在别人所谓的眼里。人们都说不要太在意，不要去在意那些孤寂，可事实不能平息，折磨自己。我没人认识的地方，
在那里酩酊大醉一场，忘掉所有不想要的过往，忘掉那所有受过的伤。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在那里酩酊大醉一场，卸下所有虚伪的伪装，不想再去伪装。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忘掉所有不想要的过往，忘掉那所有受过的伤。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在那里疯狂大哭一场，卸下所有虚伪的伪装，不想把每天都活得一样。师傅送来的假莲花，其实我很少很少唱这样的歌，我害怕给你们唱的太压抑。想到没人的认识的地方，放声大哭一场，有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自己的时候没事哭一下呀，解压一下，找没人的地方倾诉一下自己，第二天还是开心的自己。我知道可能大家因为看我直播大多都是男士比较多嘛，我感觉男士的压力会比女孩子啊要更大一些，因为可能上有老人呐、啊、下有儿女啊，还有老婆要养呀，还有当老板呐、什么的打工啊，当老板呐、上学呀，其实压力都很大。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释放的点，我不知道大家释放的点是什么。歌名叫到了这个年纪，其实20岁、30岁、40岁、50岁，每个年龄段的压力都不一样，每个工作的压力也不一样。谢谢九，谢谢我们的用户哥，还有改变自己哥。能带歌词出来吗？歌词我基本上好像都不太对哦，基本上都对不上号哥。还要再唱一遍，这歌好听啊。真的假的？还要重唱吗？那重唱你们打一个重唱，我看有多多我就再来一遍。我估计师傅也很喜欢这首歌，很有感触。这歌词整不出来呀、我有的时候经常会重唱，就是大家就比较喜欢听一遍没有过瘾的那种。蓝蓝天天的蓝蓝天哥好像没在直播间里边，我没看见哟。那我好好再唱一遍，刚才没唱好，那我再来一遍。行，那我就不说话了，家人们，完了大家也安静的听一首歌。到了这个年纪，能不能把我们的年龄打在屏幕上？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压力啊？释放一下自己好不好？到了这个年纪，可还是没有成绩，可身边的他们比比，心中是莫名中的压抑。人们都说工作要努力，我也是每天晚睡早起，还是找不到自己，只剩迷离。到了这个年纪，我抹去不少脾气，可还是不能自己活在别人所谓的眼里。人们都说不要太在意，不要去在意那些孤寂，可事实不能平息，折磨自己。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在那里酩酊大醉一场，忘掉所有不想要的过往，忘掉那所有受过的伤。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在那里酩酊大醉一场，卸下
所有虚伪的伪装，不想把每天都活得一样。谢谢杰哥，谢谢三毛哥，今儿你飞今年也30多了。到了这个年纪，我抹去不少脾气，可还是不能自己活在别人所谓的眼里。人们都说不要太在意，不要去在意那些孤寂，可谁是不能平息折磨自己。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在那里酩酊大醉着，忘掉所有不想要的过往，忘掉那所有受过的伤。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在那里放声大哭一场，卸下所有虚伪的伪装，不想再去伪装。我想到没人是的地方，在那里酩酊大醉一场，忘掉所有不想要的过往，忘掉所有的受过的伤。我想到被人认识的地方，在那里放声大哭一场，卸下所有虚伪的伪装，我想把每天都活得一样。歌名叫《到了这个年纪》，送给大家。谢谢志远哥，谢谢三宝哥，谢谢师傅。我突然想到了这首歌，想到了，哎呀，就那首歌叫啥了？跟这个歌名好像了。今天晚上这么晚吗？今天晚一点，飞可能需要大家这个再助力一波。还打 PK 吗？不打了，家人们，明天吧，明天上舞台8点播。谢谢杰哥，谢谢师傅送来的黑金抖音一号。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晚上的0点就截止前十了。兄弟们，飞真的就要靠大家了，送进去我帮我。谢谢啤酒哥送来的沈阳舞台，谢谢师傅送来的黑金抖音一号。我们不一样吗？不是，好像是什么什么，叫我也是大壮唱的那首歌，叫啥来着？我翻一下，什么男人？我找一下啊。啊，上了年纪的男人。哭了，你信吗？我相信。其实看我直播的，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感情比较丰富吧。再一个就是可能成熟的比较多，30岁左右的比较多，30岁、40岁的比较多。明晚11点播吗？当然指定是要播了，就最后这一轮了，就这一个了。不得不由的稳重，男人好难哟。可是谁又了解我，其实都挺，其实每个人都挺不容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开心，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过。让锋芒露出指缝。师父有没有啥想听的歌？还有我杰哥、无名哥、师父。晚上我比较喜欢唱这类型的歌，比较安静。脖子怎么了？我经常好过敏，就是过敏，就我脖子就会肿，能看清吗？就会起一些疹子啥的，过敏了。
一直都给你最初一样的感动。谢谢三宝哥。经历了患难其中，聚散困在其中。明天会有一个 PK， 对 PK 三场赢三局两胜，就会有一个1.5的加成卡。男人的痛，男人的痛，男人说的话放在心中，矛盾的怕被人看穿，又渴望谁懂，坚强是可以整理好的妆容。总有太多男人的痛，男性的梦。我明天好，对，巅峰对决有一个，他们是随机的，就是但是谁也不去谁直播间，就是21点有一个啊，21点到21点10分，21点15到21点55，21点30到21点40。明天我就不上舞台直播，明天会在屋里直播，我还是会8点播。啊，这个文字呀，南方下的握在手中，偶尔难免脆弱。干哈还要重唱一遍吗？不是用化妆品吗？用啊，因为你脸抹得很白，你脖子不抹的话就脖子显得很黑呀、啊、喜欢我扎头发的感觉吗？扎头就跟那个小屁孩似的。一天从去年的时候其实就没有进去前十，进去那个前十的话他也会有一个可以去官方。今年这个前十是可以进的。但是首先咱要进去前十才可以。舞台照样可以 PK 吗？等明天的时候的话就因为播的可能会时间长一点，就不上舞台折腾了。扛在肩上的沉重，让眼眶笑着哭红，执着的背影一直走在风中。总有太多男人的痛，男人的痛，男人说的话放在心中。刚才那首歌叫上了年纪的上了吗？叫啥歌了？我咋忘记了呢？看看我播放里面叫啥了。到了这个年纪，今年真的要就是凭兄弟们给我送进去了。偶尔难免脆弱的心被生活触碰，偷偷醉过一场，匆匆醒来。这样比舞台好啊。明天整点子的，谢谢大家。总有太多男人听歌只听菲儿的，真的痛，男人的痛，男人说的话放在心中。明天每人100，就要如果说10000个人每100的话，基本上我就可以躺。哎呀，够呛啊！也不一定哦。有渴望谁懂，坚强是可以整理好的妆容。明天就最后一场了嘛。其实今年的话，其实我也比较想打算往前进一进的。你就是在东北的时候还好吧，就是来到成都，可能也建了这个公司吧，建舞台吧，耗费挺多的。完了这一阵嗓子也不太好，完了心里还比较着急，要不然说啥我也要往上捂着捂着。太多男人的痛，男性的梦，南方下的握在手中。以前的话从来也没走过，以前也没有走过红毯，难免脆弱的心。这一次能不能走上，兄弟们真的要看你们。被生活触碰，偷偷醉过，看看我这个体重大家能不能推得上去。一场匆匆醒来，和明天相逢。谢谢我们的字母哥送来的闪耀舞台，谢谢我们的墨尘哥。你不播了，播呀，现在唠嗑，我就唠嗑，我都还有10000人，还有谁了？都半夜了，你们都不睡了吗？我们再唱首歌咱就休息吧，1点了啊，12点半了。
来首歌，还想听啥歌？无名歌有没有啥想听的歌？还有安静的杰哥，还有力量哥，冲一百啊！买票他那能一样吗？真是的，我以前可不是这想法，上不去自己买条红毯，自己买个裙子，自己在家走不一样吗？不一样的，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带着光环走的话，能一样吗？本就是林中鸟，中南跑。还想听什么？明天我在乌波，可能会唱歌也多一点啊，可能有的时候可能 PK 的也会多一点，家人们。但好像也多不到哪儿去哦。草是草，风景细。谢谢大家送来的王冠，还有小星星，还有爱你。全国的话，全国就算了，全国那个咱是真不准不了，就是一个赛道的前十，他就其实跟全国的前十都可以去走红毯的。冲二百，行，明天谁帮我冲一百主力，我先瞅瞅。开始戒烟一个月，别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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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野狼哥。休息吧，为了晚上再战，但我唱一首歌没问题的，家人们。那我来个慢歌吧，我喜欢唱的歌送给大家，好吗？哇，这样吧，我们来一波集结，我看看给我背多少，不行忽悠我啊，背多少的在屏幕上打出来多少。加一是什么？加一是一个嘉年华吗？还是一个独一号？来首这个送给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不管是帮飞上票的、点赞的，还是陪在直播间的，其实这么晚大家没休息的话，就已经很受累了，家人们。再抽一次，谢谢。
是不经三里游走，孤单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深锁，只有你在提到心等着我。人生风景在谢谢你懂我吗？感谢我们的心深似海，谢谢我们的字母哥送来的玫瑰花，谢谢用户哥，谢谢红色。好了，我要准备要休息了，家人们，放学了，下课了。谢谢大家破费了，家人们，谢谢我们的若曦，还有我们的快意人生，抬走了抬走了，谢谢大家，下了，明天激励吧，明天相当激烈了，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明天要命打法了，已经。那我去休息了，家人们。明天轻度我来了，那我就休息了，家人们。马上12:39了，我们明天8点在屋里直播。谢谢时间哥，谢谢快意人生哥，谢谢懂我吗，谢谢懂我哥。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可以了，保留着都不好，明天见。